大家好，我现在来到了靠近多美根道京的一家韩国烧烤店。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中午人均不超过20，这里是11:30开业，现在是12:00多，很多人。这里吃饭需要提前预定。看一下都有什么好吃的，薯条、意大利面、鸡蛋饼、老冬粉年糕，还有韩国的人参汤，还有泡菜汤和蘑菇汤。这里有牛肉、五花肉、猪肉，还有黑胡椒味和辣味的肉，也分辣的和不辣的。生菜、金针菇、小玉米，有萝卜、茄子、南瓜、泡菜。这里有甜品、毛豆、阿拉和水果。这里还可以，品种也挺多的。吃饭的时间是1.5小时，怎么样？还不错吧？看着很有食欲。那你的毛豆看一下，这年糕也很好吃。用生菜把烤肉和泡菜卷在一起，超好吃。太好吃了，确实挺好的，吃的东西也挺多的，环境也不错。其实烤金针菇也挺好吃，烤的茄子也挺好吃的，吃的好饱，吃饱喝足了。还有促销买二送一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帮我按点赞、订阅，谢谢。